2023年6月1日，《暗黑破坏神 IV》正式上线前夕暴雪，我们特别请了天后来当代言，还请来很多人试玩，因给出了9分评分 ，M 站均分88。那现在预购终极版的玩家人数如何？还是很多云玩家预购又退费的刷了？又退又再刷再退款到现。现在还没预购或者预购又退款的人，现在给我下线都。请幽灵 Jolin 来代言了，这些人还不预购丽丝不香吗？你怎么刷了又退，刷了又退又再刷退，是怎样学方唐镜吗？不怕我一个月后直接打八折吗 ？Boss 还没开天梯，不能这么快打折。我不管，我想打折就打折，打一折都行。Boss 不行啊，云玩家还是不会买啊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让玩家排队破坏神，不是假的。还记得第二浴火重生吗？玩家们排的不要不要的，嘴巴说不要，身体还是很诚实。我还有 PS 版跟 Xbox 版通通都要打折。